那个801下去做核酸了。昨天刚做过吗？哼，那你昨天吃了饭，你今天要不要吃饭？我也可以不吃。你昨天你睡觉了，你要不要睡觉？我也可以不睡。你这个很没意思，做核酸是个素质问题。你看你没做，人家都做了，你这样影响别人多不好。我又没男朋友，我影响谁啊？不是。你那我没女朋友我不也做吗？这个是基本素质问题是吧？那你除非答应我个条件我就做。什么条件？那你做我男朋友。也不是不行。你多大？我没多大。你多大？我哎算了无所谓了，嘿，这做核酸去吧。喜欢你，我想跟你谈恋爱。别开玩笑了，我一个月才4000，你跟我谈什么恋爱？4000怎么了呀？我又不拜金，一个月4000够我用了呀。少看网上那些拜金女人。那你对我印象怎么样啊 ？YYDS。其实我不自由一点。哎呦我的妈！哎你好。我感觉你长得挺牛逼的，可以加个微信吗？可以啊，你干嘛呢？推销啥啊？这我不推销啥，我处对象。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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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以啊。啊你他妈拍谁呢？我以为是彭于晏呢。下次注意点。你谁啊？啊，是你这边修水管。哦，对啊，水龙头。啊。半天不出。这厨房啊。坏了呀，扭不开了。啊、水出不来，估计堵了。哎，这个好像确实是有点坏了。这个，好了是吗？修好了？没有，待会儿我先这个还问题比较麻烦，它那个可能是这个水压的问题，你看，水压的问题，这个还一时半会儿修不好。嗯，那怎么办呢？那个要不我烧两个菜，你先吃一下。烧两个菜。我现在不饿呀、啊。我饿。你要不回家吃了再来。你不。走吧，去下一家。还逛啊？你自己去吧，在这等你。你怎么也在这儿？我男朋友累了，正好我们去逛逛。高兴认识。有点渴了，去买个椰子吧。可乐和水啊。我突然好想吃榴莲啊。这谁是共享单车？我叫你去把车开过来。你去借什么共享单车啊？你看我穿这样不冷吗？你知道大冬天你穿什么黑丝？本来在户外走走挺好的。那你先走了，我刚接到面试通知。我送你吧。怎么了，姐妹？我之前只做过报表统计方面的工作，简历上都没什么内容可填。要是问起来，那你就这么跟面试官说：对其公司所有账目，曾经利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，通过统计学、逻辑学和数学原理，对各类数字进行定制性的个性化分析，寻求公司利润蓝海，挖掘新的转化效能。还做过会员信息登记、派传单呢。兼任信息管理系统终端信息员，摸索用户画像，后来被老板提拔成为信息实体化传媒总监，整合社区资源，辅助老板实现品牌的粉尘化身。你男朋友好厉害啊！都是跟 iOS Plus 的智能语音助手学的。你好 baby， 男朋友认识我之前是个销售，请问怎么说才可以显得高大上一点呢？他之前常年与世界500强企业保持亲密合作关系，通过探索新零售消费模式，开辟蓝海，搭建起商家与消费者的沟通桥梁，最终实现反哺营销，实现三方社群互惠共赢。 baby， 面试官问为什么要离开上家公司，为什么要辞职，应该怎么回答？因为我对贵司的这个职业充满热情，我觉得是时候要开始去纵深投入感兴趣的大熔炉，投入到我自己热爱的事情上。哇哦！到了。这些都是我在广西安北冰洋回答第三季职场语音暴力贡献的金句啊！现在我们还在进行中，你们记得去参加。叔叔阿姨好，这是一点心意。
来就来嘛，带什么东西啊？都三秒了还在收费吗？上班转。别以为送点礼物就能拍上我们王家。导演，播放量开始上涨了。很好，你主开始反击。我知道叔爱收废品，特意带两空盒子，孝敬你。你，快点，越把气氛顶上去。收到。你。是我的电话。谁让你现在接电话？我家要拆迁了。老公真棒。等等，万能力梗是会被和谐的。改。有个这么好的爸爸。够了。我原本想要的只是一个幸福的小家，没想到你们一个个如此见利忘义。我离开你们家。房子分了三套。买点菜回来庆祝一下。爸妈，这是我女朋友。导演，开头太平淡了，留不住人啊。反转，父女相认。快坐。我们不能在一起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你亲妹妹。反转太老套了，观众都滑铁了。哼，还没完呢。没错，我就是他的亲生父亲。爸啊，撑过了黄金三秒，播放量持续上涨。爸，就是情报，我上次告过他们不敢说了。没关系，哭吧。太严肃了，观众都看不下去了。快上冲动，这点小事你就哭，是不是男人？你怎么打我儿子？你凭什么打我女儿？凭什么打我？你凭什么打我爸？导演点赞过百万了，快植入广告。导演，编剧编不下去了。是时候了。一个专业的特工当然做到面面俱到，用专业的态度给予目标最强的打击。这么多年了，这个娘们还活着，原来是 A 队的菜鸡实习生。姐妹，你终于来啦！那我们就从房间开始吧。我跟你说，真的我可累了。今天就让你们看看老娘的威力。走，撸串去。哎，我东西忘拿了，等会儿我也去上个厕所。哎呀，你讨厌。不好了，老大遇刺了。梁军这条老狐狸终于被清理了，不知道是哪位姐妹